看什么书呢？喂！原来是这样，那先来变哪一种魔法呢？那就用这些来变魔法吧。熊熊，让我来给你展示我的魔法吧。哼！啊！魔法魔法变变变！哦！魔法魔法变变变！魔法魔法变变变！我在黑暗中探索，哦！熊熊，我的魔法不听使唤了，快用魔法帮帮我！我的鼻子恢复原样了。
悄悄话呢？不准对他生气哟。
听泉水清脆的声音，小溪上地面破裂，它不适合你。滴落的水滴从林口流进身体，我们回家吧。小溪的水满出来了，舍不得与朋友分离，我们在一起不孤单。开心点，我们边跳边走吧。阳光下的小兔子在水洼中跳跃着，河面反射出光亮，像蔚蓝丝绸缎。河岸边浪花飞溅，水晶般晶莹剔透，友谊就像这湖水，纯洁并久远。友谊就像这湖水，纯洁并久远。还在动呢，哦，
熊熊，我的鱼上钩了吗？你的呢？上钩了吗？什么时候会上钩啊？这是上钩了吗？为什么还没有上钩呢？鱼都去哪儿了？你看那儿，那里好像有鱼，那是什么鱼呢？快看，那是上钩了吗？
在我们生活的世界，没有不喝牛奶的猫。以前你到底有没有认认真真的洗过脸？妈妈来教顽皮的小猪，洗干净他们的手，他们兴高采烈地走向充满温水的洗澡盆。今天小孩清晨起床洗澡了吗？当然还要等到那时，到底谁经常生病，谁也脏兮兮的忘了洗澡，他到底是谁？你我都是干净的人，难道小猪比我干净？难道在你眼里我还不如小猪干净吗？今天小孩清晨起床洗澡了吗？这是什么？我不扮演妈妈了吗？像书中的侦探一样破案该多好啊！熊熊。
这可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案件，让我来瞧瞧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开始找出线索，破案吧。要先做些必要的准备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亲爱的华生先生，真相只有一个。亲爱的华生，你瞧瞧，这就是作案动机。这里是这个东西，让我想想，每个罪犯都会在现场留下线索。华生先生，我想咱们可以结案了。调查一下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动画动画在哪里？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试。